赤月派曾有记录魔家村的竹简，没错。可那日我与人争斗之时，已将竹简砍断，不知是否还留有线索。你来药师谷多次，从未听薛谷主透露过吗？你想到什么？你不说。 我便直接去问薛谷主。哎，四哥，你别去。你不好奇，我还好奇呢。其实，我曾经问过他如何到药师谷的，但他好像有意回避，不便道与外人。你我妄加揣测，已非君子所为，不便再问了。好，好，好。 你是君子，我小人，好吧？我还不是想帮你。帮我什么？你自己悟去吧。14岁的时候落入冰河，受了寒气。他叫雪幻，若不是他。 我早就是一抔黄土，亦或是葬身鱼腹。那天也如此这般的冷，我每次寒症发作时，我便会想，当时他独自浸泡在冰河之中。 是否会比我更痛、更冷百倍？师父，近日可好？徒儿有一事求解。慧家4年除夕夜，一个名为魔家村的村落，一夜之间死亡100余人。魔家村地处天山派地界，不知师父可曾听说过此事？若有线索，可去信至药师谷。 老七，你回来了，我睁开眼没看到你，还以为你下山了呢。没有，出去走走。还在为薛谷主的事忧心？要走了？我若还不走，就太没眼力见了吧。
哎，我方才从风吕口中得知，薛谷主一直用枕巾给周围的村子的村民们治病送药，还用来照顾一些无父无母的孩子们。薛谷主虽身处这药师谷，却心怀侠义之心。我之前还误会他是个爱财之人，是我轻慢了。走之前，我要跟薛谷主好好道个别。我可提醒你啊，莫家村一事，千万别在他面前提。哎呀，你都说了这是薛谷主私事，我又怎么好厚着脸皮再提起啊？虽然我确实很好奇。我觉得你还是别去了，以你的性子肯定憋不住。我正好打算出发寻下一味药，待会儿我收拾收拾跟你一块走吧。你就老老实实待在此处养伤，等薛谷主同意你离开再走也不迟。进来。谷主让你去药炉检查伤势，若无大碍，公子便痊愈了。我这就过去。嗯。哎，我跟你一块去。你有什么想说的，我替你转达就行了。你说怕我提起魔家村的事，只是借口吧？此事非同小可，我怎么可能开玩笑呢？我只是……你只是觉得不该去窥探薛谷主私密之事，对吧？好好好，你赶紧去吧。真没想说的？没有了。还是一炷香。平日里那般聒噪，今日为何这么安静？没什么。原来他独自承受了这么多。想问什么，问便是。没什么。你这几日有些不对劲啊。我这是有些心急，着急想要去寻药呢。我也挺心急的，毕竟你们兄弟二人在谷中住了这么长时间，着实有些吵闹。恢复的差不多了，终于可以走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出发寻下一味药了。四哥会跟我一块儿离谷，他托我跟你告个别。如果他愿意继续替你还债，药师谷随时欢迎。这是。龙舌草长在绝壁之上，少不了磕碰擦伤。这是我自制的金疮药，若是遇到一点小伤，可以一用。多谢。不必，我也只是想替自己省点力气。绝壁危险，可别死了，债还没还完呢。四哥，回去之后代我向阁主问好啊。好，你就安心替墨儿寻药，顶剑阁的事物包在我身上。行。
那就先谢过四哥了。嗨，谢什么呀？其实之前在扬州，我有些迁怒于你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还不是因为五哥。我知道四哥你与五哥未风行，打小便是一块闯荡江湖。一个白羽剑，一个玉树公子，你们俩的江湖运势，这江湖上谁人不知啊？只是五哥他突然改变了心性，据说是娶妻生子，做了好好先生，凭空从这江湖上消失。有五哥消失在前，我杀六哥在后，短短半年时间内，顶剑阁从八剑变成了六剑。我也知四哥你一向重视兄弟情谊，心中难免会惆怅失落。那个魏武，他不告诉你们也就罢了，连我都不告诉我。好了，反正只要有五哥的消息，我第一时间告诉你。谁稀罕？哎，哎呀，你告诉我也行，他还欠着我几百两酒钱呢。老七，别看了，以后还有大把的时间，走吧。何事？谷主，霍七公子和夏公子已经离谷了。我刚刚收拾客房的时候，发现霍七公子的酒壶还落在这儿。粗心大意。想到什么事儿了？这么开心？没什么。哎，哎呀，霍老弟，孟大哥，大嫂，你看看，霍老弟，来来，你们坐。哎呀，稀客呀，稀客！你招呼着啊，快坐下。我呀，这就给你上酒。哎，不用了，我喝上口热茶就着急赶路了。霍老弟，你都多久没来了？我呀，我给你温壶酒，再炖点羊肉，你吃完再走也不迟。太客气了。哎，你别忙了，去炖羊肉去。好，我这就去啊。爹娘，你们出来一下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？刚刚我砍柴的时候摔倒了，阿泰为了保护我，把腿划伤了。没事，伤得不重。可别是伤着骨头了。阿泰，爹带你找医师，走。哎，孟大哥，我这刚好有药呢。哎呦，来，金疮药，治疗外伤最有效了。谢谢胡大侠。谢谢啊。哎，忍着点啊。来来，没事。坚持一下，忍着点啊！疼吗？不疼。肉来了，来，霍老弟，你们先吃着喝着啊！哎，多谢大嫂，忙去吧。快趁热吃。哎，阿泰和楚儿啊，上个月刚成婚啊，前两天去医师那儿瞧了瞧，说是有喜了。那这可是大喜事啊！是是是，来，先恭喜恭喜。同喜同喜。今天还得多谢你那个药啊。
那得多亏送我药的那个人。你说说，这一年年的东奔西走的，挺好，能有个落脚的地方是好事儿。这鸟都知道要筑巢呢，人也得有个窝棚，那就是家了。对啊，家。今年啊，你嫂子酿了不少的十月白，等你走的时候，你也带上一些。哎，你那个朋友他是男的是女的？是名女子，但也是好酒之人。哈，好，那便给他烧上一小坛，让你那朋友也尝尝味道。哎，你一会儿把酒壶给我，我给他灌满了。好嘞，有劳孟大哥了。来，你尝尝这个。你说，你把天国乐园里的人都杀了？是。那可是我亲自挑选的，你说杀就杀。教王说过，里面的人任我摆布。头，你知道吗？这世上有一种花叫做绿绒蒿，从萌发到绽放需要十年之久。只可惜啊，只可惜这种花啊，一生只能开一次，绚烂过后就如同槁木死灰，彻底凋落。这些人该好好的谢谢你，因为是你让他们此生盛放了一回。不愧是我看中的人。起来吧。谢教王。至于那些养料，苗空，将这些养料送到我的花园里，好好滋养滋养我的花。是。如今白云宫的七星剑阵已破，是不是该好好的问候一下天山派了？教王英明，多年来，鼎剑阁、白云宫、天山派三派同气连枝。一方有难，两方支援。教王为破局，先是毁掉白云宫的七星剑阵，并挑起了白云宫与鼎剑阁的争端，再杀天山派秋水鹤。如此一来，到时鼎剑阁出事，白云宫与天山派便会自顾不暇，难以支援，鼎剑阁必会落得孤立无援的境地。风，还是你最懂我。那么此次药物就由明丽、妙火、妙水一同前往。属下定不负教王所托。糟了，这可是前年斩白师兄送给掌门的寿礼，掌门一直很珍惜的。弟子请罚。弟子方才不小心将斩白师兄送给掌门的茶杯打碎了。无妨，
先站起来吧。是。伤到没有？回禀掌门，一点擦伤，并无大碍。快去抹些创伤药，这里自然会有人处理的。可这……去吧。谢掌门。掌门，嗯，掌门师兄来信了。见过师傅。好，师傅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不是在为墨儿找药吗？啊，龙舌草。对，掌门啊，这些年为了墨儿的病，你吃了不少苦啊。哎，一点也不辛苦。你这孩子，就是有苦你也不会说的。师父知道，这两年你为了墨儿有多奔波、多拼命，真是辛苦你了。为师呢，本想取些这龙舌草，把它送去药师谷的，正好在这儿遇见你，那便由你把它送去药师谷吧。徒儿多谢师父。哎，说什么谢辞？我这做外公的，早该为墨儿出份力了。墨儿也是我的亲人，救他我定当竭尽全力。更何况展白，当年我带你入天山派时，你不过三岁，在我的眼睛里，你和婴儿一样，都是我的孩子。经历了这么多，想必婴儿心里已经放下了。前路艰险，为师不希望你挑着这么重的担子继续前行。你呀，也是时候该放下了。知道了。好久没见他们母子了，说实话，真想他们的。师妹和墨儿此时应该入谷复诊了。师父，倒不如你随我回谷去看看墨儿。是吗？他们也在药师谷？正是这个时候。哦，好啊，那我同你一起前往。哎，对了，师父，我之前去信提到的魔家村之事可查到了什么？魔家村。哎呀，展白，师父有负所托呀。我派人去查了很久，竟然一无所获。这个村被灭得悄无声息，况且这件事过去多年，竟然没有留下半点线索。作为武林正派，主持正义，我们是义不容辞。你放心，江湖中出现了这样的惨案，我会一直查下去的。哎，对了，你是从何处得知此事的？有什么线索呀？徒儿也是在取药的路上经过那个村子，看到有烧杀的痕迹，经过打听才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。哦，既然如此，我会再留意的，一旦有什么消息立刻通知于你。好。
走吧。薛谷主，墨儿的病情如何了？病情稳定，我再开几副温补的药，安神补气即可。多谢薛谷主。墨儿，快谢谢薛谷主。谢谢。对了，每次来谷中复诊，总是未能和师兄碰面，不知他今年是何时离谷的，是不是快回来了？他每次取药回来，不过在谷中待上一两个月，养好伤，便着急去寻下一味药了。你若是想见他，便留在谷中，等他就是。不必叨扰了，我带着墨儿去山下的龙门村寻个落脚处就好。不必，秋水夫人如此如花似玉的女子，便住在谷中，日日相见，赏心悦目，想住多久便住多久。那多谢薛谷主了。没事。快回去吧。什么呢？是霍七公子回来了，看样子恐怕又是受了重伤。姑娘气质非凡，想必是薛谷主了。老夫秋水鹤，这厢有礼了。秋水鹤，您是天山派的掌门，霍展白的师父。展白伤得很严重。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送进谷里！
这回药没带回来，倒带回来个师傅。爹，婴儿，墨儿，墨儿，叫外公。外公，外公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外公是来看墨儿的啊。外公看看，长高没有，长壮没有。啊，长高了，啊，长高了。薛谷主，展白的伤势没有大碍吧？他的伤势已经稳定下来了，需要等他苏醒过来再进行医治。啊，爹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本来展白到天山派找我去取龙舌草，我听说你和墨儿也在药石谷，就想跟过来看看你们。没想到路上遇到元义宫杀手刺杀，展白为了救我负了重伤，是我连累了他。啊，这龙舌草展白昏迷前说要交给薛谷主保管。终归还是为了寻药。这几年来，一次次看着他拿着药材回来，不是身中剧毒，就是满身是血，仿佛永远不知疲倦。你师父无碍。兰龙，龙舌草也已经放进冰窟了。你怎知？我怎知你想要问些什么？还真是重情重义的霍七公子啊！醒来之后，先是关心师父，再是关心救墨儿的药，最后才知道要关心自己。我怎么说不出话？你毫不受损，落下了终身残疾，说起话来就会像刚才那样，喉咙感觉痛如刀割，并且气息不足，音哑难听，搞不好日后便成了个哑巴。不过也好，你之前呢总是日出千言，不损自伤，以后正好少说点话，既不聒噪，还能落得一个寻药救人、重情重义的好名声，值了。你是想问你什么时候可以痊愈，去替墨儿寻下一味药？得在谷里待上一阵子。方才说你落下终身残疾是想诓一诓你，没想到你一点也不着急，说你不能及时去取药反倒着急上了。这回你应该不着急离谷了，墨儿和秋水夫人已经来到谷中。
转过去，把肩露出来。嗯。头发。别乱动。转过来。风吹雪落，眉香如檀。而你以为声声慢，那音几声，而心是续不完。云间皎月盼过流年，孤身如烟赴长夜。命运沉沦，漩涡之中深陷。刮痧不是一味的用蛮力。时间一缕光是你的模样，循着你方向一路通往。笑与泪声喊爱与恨茫茫，红了眼眶，老心伤。这咳嗽声发生平滑，看来是恢复一些了。说几句话听听。你这女人，我好心救你，你就说这个。的确严重了很多，要在谷里多待几个月，半年吧。不疼了，瞬间就不疼了。不疼了？对啊，薛谷主果然是药到病除，妙手回春呢。多谢。哦。听说这一次，你是为了救你师父才受的伤。我自小就无父无母，是师父收养了我，给了我第二个家。我视他如父，他有危险，我自当竭尽全力护他周全。那这些年，你出生入死为默儿寻药，当真值得。只要能让默儿痊愈，一切都值得。
你此次元气大伤之后几日要好好静养，记得服药。千亩运功动气，我知道。谢了。Thank you.